但你唔會考慮話，即使話好似等於請兩三年假，即係去外國攞咗個保險，然之後翻嚟慢慢有咗保險本錢，你唔會考慮呢樣嘢？我唔知道，我成日覺得呢樣嘢我好難做到嘅，即係。因為我不想做，主要是我不想做。你不想做啫，唔係話做唔到啊，係咪？我諗好可能老闆只想你做就咁啦。但我覺得都好難，即係冇啊！就係、是、如果係咁樣，我過咗去，咁佢又跟住過去。但係個問題，我過去你都知道我嗰個性格，我唔會點樣樣。我不嬲，我都唔即係我對佢係。即係個心係一回事，但係我嗰一樣我唔會成日陪住佢啊，唔會一樣噶，即係個 situation 係一樣噶，係嘛？即係佢有啲咩 grievances， 有啲咩唔舒服、唔開心嘅嘢，我都係無能為力噶。即係我 rather 佢留喺香港，咁當然，但係如果個問題我有咩問題嘅時候，咁冇得好講啦，係嘛？即係如果預咗嘅話之類，你會唔會咩？你會唔會即係如果係撇開老闆子問題嘅，譬如話，如果我翻去香港做嘢，翻去兩三年咁樣，就利用嗰兩三年時間，你走去外國買你政治保險，你會唔會考慮呢個可能性？我想我主要真的做不到這件事，我真的做不到，我不知道為什麼。我想著年尾回到香港，我都要找齊這麼多人坐在這裡，真的要開個家庭會議。這些事情你不聽不行的，即對我覺得對老闆子來說是挺不公平的。不說這些，我覺得他很彷徨，但是好像葉哥說家庭會議始終沒有舉行過。回到香港，我才知道大哥決定提早移民，且話走就走。在機場，我才感覺到媽咪原來是一個很堅強的人。我一直都以為她很懦弱，每一次別人蝦她，她都是粒聲不出，包括拋棄她的丈夫和看不起她的親戚。但是那一天，她不單止一直忍住沒有哭，且還不斷地安慰她最疼的孫女。仔同埋佢兩個孫都係佢一手帶大嘅，但係而家都要消失喺海關後面。後來我問佢大哥點解要提早移民，佢答得好輕鬆，但係字裏行間感受到嘅係一份失落。是無可奈何。
個橫掂喺香港都冇乜嘢好做咯，咁佢喺嗰邊咪早啲去，咪早啲揾嘢做啦。佢係驚住遲啲人多啊嘛，咪仲難揾嘢做咁咯。咁啊，香港橫掂佢都冇做嘢，結束曬啲嘢咯。咁你冇嘢做，咁咪早啲走啦。橫掂都要走噶啦。不過佢話去到嗰邊，你乜嘢都要做噶啦。即係總之你想唔理你咩都好啦，總之有嘢佢咪做咯。佢做住先啦，唔係你好難揾嘢做啊嘛，驚住即係我或者啊考個學人哋考個經紀牌咯，喺香港揾咯，喺香港做咁多十年啦，咪嚟嚟都係咁，咪等佢轉下環境咯，係咪啊？對於兩個細路都好啫，就係讀書冇乜所謂㗎，做到邊啊做到咁揾食啫嘛。有佢叫你過去咧，你過唔過？我自己間我唔想過咯，過做咩？冇嘢好做啊，過去做咩啫？而且嗰邊乜嘢都唔，即係我咁嘅情形，我又唔想去啦。你去做咩？有啲咩病痛起上嚟嘅時候，好難，你點樣請揾醫生睇都難噶嘛。咁我咁嘅年紀仲去做咩啊？但我又唔係，我又唔想去啊！但佢叫我攞張。攞嘢俾佢試下申請，不過申請嘢唔去嘅，都冇用冇外嘅，唔去啊！唔好去咯，咪唔好去咯。即係俾佢申請咗，你唔去都得噶，我可以唔去噶。佢話：佢唔係一定要你去嘅，佢話咪即管試下睇得唔得咯。佢得嘅，實得。不過咧就唔知幾耐，即係佢話九個月可以喎。若果係即係咁，佢而家去咗咧，就申請我哋咁咧就。九個月就得，但係照我睇嘅九個月未必得噶嘛，邊有咁快㗎？咁我到其時，我話你唔需要咁早申請啊，我話要申請嘅時候你先申請啊。我到其時啊遲啦，或者咁，我遲就咪由佢咯，咪唔去咯。我怕咩啫？我咁嘅年，咁啊年紀佢喺香港都冇乜外㗎啦，有咩怕啫？冇嘢怕㗎。如果個個走曬咧，咁點啊？邊個？個個走曬咧，個邊個個個走曬？我哋又走喎，過咗同埋都走曬咯，冇所謂噶。一個人我一個人，香港就人多啲嘛，你嗰邊邊啫，個個翻曬翻去咗翻曬工嗰度，咪又係一樣要做，又係要，咪又係要早，即係咁講，係咁噶啦。過咗曬咪我又走咯，有個個唔走，有啲唔走喎，我都唔走咯。拍摄这段记录的时候，我抱住的是一个电影工作者的心情。妈咪很纯熟和自然地打理家庭事务，完全没有理会到摄影机的存在。我就只是留意摄影机的角度。拍摄很快就完成，直到我在剪接机上高反反复复地看着这段片段的时候，我才忍不住感动起来。
妈咪呢几十年来嘅生活，原来就俾我浓缩喺呢一段短短嘅菲林里边，日复一日，重复咁样生活，一啲自主嘅权利都冇，孤独嘅佢，净系为几个仔而生存，通呢就系生活嘅意义。而家为咗我哋，为咗我，佢再次默默咁样承担住巨大嘅恐惧同埋忧虑，而我只能够做嘅就系呢度赞美佢坚强。